友在6月宣布向林轩宇成功求婚，受到众人祝福，两人也越来越公开放闪。金一 Junior 在社群上发文写下：“年轻人说要买个背宠物的袋子，基本上我从来不管这件事，也从来没有意见。他想买什么款式都可以，可是我忘了一件事，他是买给我背的。”还标记林轩宇的账号写下：“你每天拿我开心就好了。”而照片中 Junior 背着桃粉色熊抱哥的宠物包，露出眼神死的表情，让众多网友看了全校翻直呼：“眼光真好，很适合你。”我觉得没有违和感。而林轩宇也现身留言，还有一个熊抱哥娃娃小包包，你忘了背，他们是一组的，你送货时可以拿来放零钱，逗趣互动闪瞎众人呐、啊。